到仙本那了，这里的海的确好看。这回终于没被网上骗了，登了第一个岛叫丁巴丁巴，海水的颜色从纯净色到浅蓝再到深蓝，的确很好看。马达金岛更蓝更好看更出片。正中午光线最好的时候适合潜水，毕竟是新手，咱们潜个10米就够了。人鱼现实返场啊， Let's go。潜水实在太好玩了，我都想去考个潜水证了。现在去海鲜市场砍价整顿大的。这皮皮虾多少钱？你没抓住啊？你没抓住两个？五个20块，200，15，220，100，啊？多少？100，就这两个100。100了？不，就这两个100。这个，哎呀，别装了，这个没了，哎呀，还换位置，100，说好100就100，这样吧，一口价，你一口价，430，No，啊，200，250，能玩就玩，250能要，要不能要算了，多少 ？Last price。2,500。The last price 280。哦，300。一口叫三百，我就给钱了，我懒得跟你聊了，让你挣点行不？哇靠，每次最后一口价涨了10次了，最后一口价。看一下是十八，看一下。How much？280，2公斤280，你看2公斤，100，100，100，又 A， 他们的战略都是 A， 100，我靠，100我亏了，四个多少钱？四个，380，我不要，你是多少？30，哦，怎么样呀？一个给你80，一个80，一个20，我要4个，我直接给你转。No， 5个，一个，还有，那你给我5个海胆的20算了，真的。你不是还有20没找我吗？5个海胆20就算了，你要不拿20来？赚不赚不知道啊，买海鲜跟买菜一样，这样砍价真爽，赋予了我情绪价值。现在到店里面加工海鲜，一道菜20块钱，比我手臂还粗的皮皮虾，而且是带膏的。看这个，哇！再轮到20块钱的一只大蟹，哇！海鲜自由，太爽了。石斑我还是爱清蒸的，嘎嘎好吃，哇！太爽了。友善提醒一下，在这个仙本那别玩手机过马路啊，马路上会哭人，少了一块掉沟里了，我这全身都是伤，小心啊。最后回复大家的消费问题，以我做例子，这里一个酒店马路边的300块钱干干净净就可以了，因为白天跳岛玩嘛，一个人平均大概也是400-500块钱人民币全包，晚上再随便搓一顿，那大概100块钱，那就平均每天1000块钱左右。好了，我回答大家的问题，大家也回答我一下。刚才掉坑里面，手没办法伸直，我是不是脱臼了？